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后点评站。那已经是来到全新的这个月份呢，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分析的就是3月2号还有3月4号这两天几匹马的这个情况。不过我们先说说人，这个练马师呢，有些练马师他本身才开仓不久嘛，所以他的这个马匹马源其实基本上不多，想要赢马就有难度。但是在星期五这一天，我们就看到本地的练马师杨克荣呢，包头包尾三场的坐骑呢，三场的这个参赛马匹他就赢了两场了。到了礼拜天他还有多两匹，其实都有机会，但是只是赢了一匹了。对，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啊。对，我们也在礼拜五当天呢开场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这个他的机会，就是说这个周末看他的备战呢是肯定有成绩的，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敢跟你说是几匹头马，因为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当然啊，果然第一场就赢出来，在后面呢最后那一场呢赢的是更加精彩，我们就拿那一场到时候稍后给大家分析了。是因为毕竟这个练马师的这个竞争呢在目前来说是越来越激烈，尤其是那几位在前面榜首的，特别是这个克莱门，哇，他的击中率非常的高，多少啊？好像是超过我们平常这个概念的数字，30多%呢。是30%多，真的是非常厉害。20多就普通，都是已经可以拿冠军的，他30多，这个真的是有点恐怖。这个数字，我们也继续拭目以待，看他能不能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还能保持这样的这个水准啊。是这样的话，我看今年他都有机会了，就当这个冠军练马师，还没当过嘛。那当然说到马匹方面呢，我们今天第一匹选的就是三场三号的这匹，感觉如何？其实在那场赛事呢他算是一匹小冷门呢、因为他以前他没有去过这个长途，算是长途赛事，这个中距离以上的赛事，最长的他跑过1600赢马的。那这一轮呢他就敢试，他去直接到2000去再试一下，试完以后呢这个他说哇，这匹马的靠什么起家的，就是靠1600，一试准以后就不等了。没错，那一场跑完我们就跟大家打招呼了，要留意他接下来的这一场的动向，结果这场赛事给他轻轻松松的做到了。谁是鞍上人呢？就是鲍和义。我们一起来看这场赛事鲍和义是怎么样拿捏这个步速的啊。出闸以后啊，先抢这个领放位，这就是他的这个既定战术。这匹马呢要前领，他不是靠别的，就是靠假大头假大桃这样的战术。我先领在前面以后呢，我逐渐的麻痹对手，我把步速控制在一个对自己适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慢慢的越领越慢，然后呢喘息，寻找这个喘息机会，到最后直撑的时候，对手来的时候呢，我还能保持现在这个速度不堕后，这就赢了。他1600当时就是这样赢的啊，这匹马也算是一年一度的，你不宜把它看得非常的高，但是呢在适合的场合的时候呢，他用这样的战术很多对手都拿他没办法，尤其是今天面对的这一匹大热门赌家俊，他呢欠缺经验，3岁嘛，他今天就是跟他也没有错，这样子的跟的情况下到最后后追不及就中了这个陷阱了，步速陷阱。你看他现在到800公尺，接近800公尺的时候呢，我们录得的这个时间是1000公尺，这边是62.27秒，这个是可以说在整场来说是非常典型的慢步速啊。这对这一匹只投57公斤的感觉如何来说呢，是非常轻松的。还记得鲍和义之前骑大人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战术啊，他对步速，他对克兰芝的赛道他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呢他到直程的时候还有身形优势啊。注意看现在啊，赌家俊开始发起挑战了，但是呢他发现啊，原来的话我去追这匹对他来说是庞然大物，是很难追得到的，因为这匹马呢跨步比你大，你想发挥后劲你也没有说驮得非常的轻，对吧，你最自身的那一点点优势都磨没了，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场学习的这个机会，让他见识一下人家用慢步速来折磨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然接下来对赌家俊来说我们还会继续的去关注。再来我们看看这个走位系统，其实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似乎呢是两匹马之争啊，因为后面那些马匹呢都没有办法赶得上来。在内栏的就是这一匹呢从一出闸就前领的这一匹呢，感觉如何？在这个布置好步数的这个情况下，控制得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在最后阶段还是能够力拒这匹备受热捧的赌家俊。不过赌家俊在最后阶段也跟他没有差太远的这个距离了，但始终呢是没有办法返现啊。那看到在这个直程的时候呢，这匹感觉如何？基本上领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程呢，居然都没有放下脚步，反而这匹赌家俊呢拼命的追，拼命的赶，虽然看起来好像从这个角度看呢似乎要追得接近了，那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赶上来。而另外一匹呢就是这个一号的郑利多，在后面跑一个第3名呢似乎也是毫无威胁的一个第3名啊。那
他这一场赛事之后呢，我们就等全天最有看点的那场赛事，就是说这个四岁的马全部来这场赛事再验证一下的，其实就是想看独赢有没有办法寻求这个第三场，因为三连杰今年还没有产生的，结果就给他做到了。这样的话呢，因为他之前就没有敢说这个话，他说我要去跑大比还是怎样的，但是这一场之后呢，赛后访问把他给堵住了，就问他这个话，你要不要去跑，你四岁，他一定说信心满满的吧。他现在就说，他说他要去，但是我们也说了，他现在手上的四岁适龄的要去跑的马匹很多，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他要怎么样去排兵布阵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头痛的问题他要面对了，因为全部好马太多也是一个烦恼的事情。是，说的就是烈马是克莱门的，是，我们来看看这场赛事独赢怎么赢的。实际上呢，这场赛事呢，我们看到控制步速呢，这个也算是中等步速了，对这个林家问候来说呢，是为了自己，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选择呢也是值得推敲的啊。这个步速呢其实对他来说并不有利，他觉得有利，但是最后结果就告诉你，你只能一个位置交差罢了。这场赛事反而是看到这个独赢呢看到这样的步速开心死了，他之前遇到的步速比现在还快啊，所以对他来说，你觉得上一场是轻松赢，这一场赛事更加轻松了，尤其最后直程的时候啊，你看那个走势都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他现在缺什么呢，就是缺遇到更高班的对手或者顶级对手来验证一下，他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据说他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现在只是暂时观望了，因为没有验证过没有信心，只是去跑那样的四岁适龄的马匹，他也不是说是一定有更大的赢面啊。再看他现在跟的这个位，就是他一贯最舒服的这个位，让他感觉这场的步速是很舒服的啊。在前面呢，其实林家问后呢觉得慢步速自己有机会走脱，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后面呢独行是根本就是尝试过比这个更快的步速都追得上的，你看他现在大外来一匹马冲上来啊，所以越跑越顺，你看到尤其是最后200公尺打下去的那个马匹反应啊，跟你们里面这一群根本就不是一个班级的啊，至少现在就是说他至少第三级够的啊，赢了这场赛事漂漂亮亮，但是再往高呢，第二级第一级没人知道。先来看看这个走位系统了，在内栏位置的就是这匹林家问候，不过他领到这个阶段也是有点利弱了，反而注意看的就是大外栏冲上来的这匹独赢啊，他在最后阶段的那个冲刺能力呢确实是相当有保证，因为原本前面三匹马已经是先出头，但是似乎呢是一浪盖一浪啊，内栏的利弱了之后呢又到一匹国王路易先出头，然后呢外面再来另外一匹玉龙雄虎，跟着呢最外栏蓝色帽子红色袖子的呢就是这匹独赢，你看在推测之下呢基本上只是大概几步的这个时间就追赶上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步步逼近玉龙雄虎了，然后中间还有一匹是升级作战的国王路易，接着里面到外面三匹马呢基本上都挡不住这匹独赢在最后阶段的这个强烈攻势了，所以最终独赢连赢了三场赛事，非常的精彩，今年第一匹啊可以连赢三场的啊，那我们还是对他现在有点保留，就是知道他现在是四岁里面的种子选手，但是我们现在担心一个就是他的步速方面呢没有经过一个快步速的洗礼，这场本来是有机会看看就是林家问候给他出一个难题看他能不能接得住，结果呢林家问候自己呢就是为了自己可以更走得更好，他就用一个中等这样的步速，对，也没领得太快，所以就变成是你赢是应该的，你是你的能力范围，但是再快的步速下面你会有怎样的反应没人知道了，只是他最近的这几场部署呢还比较好的就是他跑千二然后千四再千六，给我们感觉就是一直循序渐进的啊。看他这个样子的话那应该三关跑到完没问题吧，但是更有信心的是不是在千八上面一定可以做得到，因为我们的打比是跑千八的，是这个就是到时候的步速再蹊跷一点的话他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的雄浑的后劲，这个都是未知数，也是有一点悬念在里面了。不过千八就还没经过考验了。是、啊。好了，那最后一匹马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匹八场一号的号令天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场就说到了杨克荣包头包尾，那包尾的就是这匹呢号令天下。最后是很有信心的啊，下票下到非常的猛啊，就。记得支柱闸的时候你当时读了一下是16块要记得好像。然后呢门一开是多少11块啊。总之很有信心的下票就对了。那我再帮大家回忆一下这匹马当时的情况，就是他最早的时候是
柯金迪训练的，首战就赢了，就是这个赛程1100公尺啊。我们来看这场赛事，后来蹉跎了一下，转去啊，在这个霍卡的手中练了一轮，成绩呢就是不尽理想啊。最近呢才转给这个新的练马师杨克荣，那他呢也是经过了这个四五场的这个磨练了，他发现最后干脆还是就是咬定这个1100公尺算了，而且呢评分也是调整的差不多了。战术方面呢就很讲究了，他选择的就是像这匹马最初赢马的时候的战术，一定要注意走位，不要困在马群里面，所以一开始他都躲在外面，但是呢又跟着马群跟得非常的接近，一号的那一匹浅绿色彩衣的就是他了。那现在呢他怕不受，他怕受阻，所以他这个位呢就是宁可实一点位，但是呢最后呢他的后继在沙地上还有保证，所以每一边打下去马匹都有反应。阿沙哈对这匹马呢以前也是骑了多次，非常了解的，最后威胁他的就是阿沙哈的坐骑，所以你看这场赛事呢其实根本呢熟悉这匹马性能的骑师都发挥到了，最后来追他的十一号阿沙哈的坐骑啊，他追里面这两匹呢是他是很有把握的。好了，我们看看这个周围系统了。这个时候在前面领出来的就是阿拉农场，领出大概一个多马位，但是外栏数起来的这个第二匹马呢就是这匹号令天下。这个时候在推测之下呢，马匹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好，迅速的越过了大概三匹马，现在是直逼这匹呢中间领出来的阿拉农场。那最后阶段呢他还是在决胜地带轻松的就取代了这匹阿拉农场，而在这场赛事呢成为了这个头马。不过当然后面也有冲上一匹水晶点。好了，看看这个出闸的时候呢，其实他排在很外栏的这个位置，但是也是不慌不忙啊，只是这其实呢就开始让这马匹靠的比较接近中间一点点，而不是说让他在大外栏的斜外跑。那反正阿拉农场呢就在前面轻松的抢的这个领放，但是这个号令天下呢基本上他也没有说落后的太远，只是落后大概四个多马位而已，一直跟这匹前领的阿拉农场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啊。这匹马就是不受困就能赢，我们也在这个开跑之前提醒，就是其实他也听不到我们在讲什么了。我说你如果你出闸你是大外栏，但是我们看到两个版本，有的是那些马匹呢因为一出闸在最后一匹他就往里面走，结果就躲在马群的最里面就困着了，你根本没位出来的。另外一种版本就是我本身也有前速，那我大外栏就是慢慢往前啊，一点一点的去移，慢慢靠近啊。对，关键就是不要扎在马群里面，他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再翻看他最初第一场生涯的赢马，也是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版本。所以我觉得练马师真的是做了功课，他觉得看来看去我还是回到原点了，就按这样子的办法、这样的思路去赢。所以现在你看他这个礼拜三场头马啊，都是啊。不是说是新马了，全部都是这一些在别人手中练过，他转到他这边来的。他懂得去研究每一匹马的这个性能，先不要去急着去改变这些马匹的性能，然后最大化心利益，对，最大化的去发挥这个性能，让马匹去赢出来。那匹新马呢，就当然是有反复，再给他时间了啊。好了，我们跟大家聊过了这三匹马的这个情况了，我们来看看裁判报告有哪些了。那星期五的裁判报告呢只有一匹哦，那是四场九号的龙井威，他是马鞍华裔的。另外我们来总结星期五3月2号这三匹马，三场三号感觉如何？试准之后立即动手。五场三号的是独赢，连下三成挥师打比。八场一号的号令天下追根溯源大热兑现。好了，我们聊过了3月2号这三匹马的这情况呢，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回来继续锁定赛后点评站。